下首曲子鸭子拌嘴是首打击乐的合奏曲，作曲家安志顺取材于西洋古乐，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演奏技巧，真地的描绘出鸭子嬉戏的情境，活灵活现的勾勒出鸭子的性格和神态，塑造出一群可爱又吵闹不已的小鸭子的形象。通过音色、音量对比变化，以及自然节奏的模拟，走出旋律，敲出行阶，更打出音乐的形象。曲子结束时，就仿佛看到一群小鸭子正昂首挺胸，摇头摆尾的渐渐远去呢。让我们听这首《鸭子拌嘴》。